放生护生蛇报恩。在温州有一位做素面的厨师，大家都叫他小江。素面是温州的习俗，每逢婚丧喜庆、盖房破土等大事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。小江做的素面好吃不易断，而且他为人善良，因此请他做素面的人非常多。嗯，差不多够了。小江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你做的素面可是远近驰名啊，好吃又不易断。哎呀，小江在这里呀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你可要去帮我做素面。放心吧，下个月我一定会去帮你做素面的。最让人称道的是，小江他学佛多年，从不杀生，每次遇到有人杀鸡宰羊，便会进行劝说，力求保住他们的性命。别挣扎了，今天是家里大喜的日子，需要你来做菜呢。住手，不要杀他。哦，是小江啊。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杀鸡啊，今天是我母亲的六十大寿，所以要杀鸡做菜来招待亲友啊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这么做可是在杀生啊，杀生是极大的罪业，你用杀生来为母亲庆寿，那怎么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呢？老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今天只做素菜的吗？你怎么又要杀鸡呀？我怕准备的饭菜不够，所以想杀只鸡多做一道菜嘛。你真是乱来，母亲大寿的日子你竟然动刀杀生。哦，如果是饭菜不够的话，那我再多做一些素面，这只鸡就不要杀了吧。那就麻烦您了，你还不赶快把鸡给放了。小江有时还会买一些鱼虾鸟雀进行放生，有些人对他的这种行为非常不解，但小江却乐此不疲地坚持着，他坚信行善放生终会得到善报的。小陈，你竹筐里装的是青蛙吗？是啊，我刚抓的。啊，你抓那么多青蛙做什么啊？当然是做下酒菜呀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蛙了，百吃不厌呐。这样吧，你把那些青蛙卖给我可以吗？怎么，你也喜欢吃青蛙啊？大家都是邻居，说什么买不买的呢？我送你几只吧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那些青蛙我全都要了。全部吗？你要那么多青蛙做什么啊？我要将它们买下来放生。啊，放生？你花钱买青蛙放生？是的。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啊？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他们即将惨遭杀害，我看到了就一定要救他们的。放生是极大的善举，一定会得到善报的。大家说的果真没错，小江真的会自掏腰包买动物放生。好吧，这些青蛙就卖给你了。村里有些人对小江放生的行为感到非常荒诞，他们时常在背后议论纷纷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哎，小江这人的确够傻的。前几天我抓了一些青蛙被他看到了，结果他将那些青蛙都买下来放生了。可不是吗？他经常说放生能得到善报，你看他现在钱赚的也不多，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，哪里有得到什么善报了？就是嘛，他救了那么多动物，难道还指望那些动物会报恩吗？我儿子过几天要娶媳妇儿，我还请他来我家做素面呢。不过他好像见到别人家里杀鸡宰羊都会上前劝阻一番。是啊，他只要见到有人杀生就会进行劝说，可真烦人呐。这么说来，我得提前准备一下了，免得到时候让他看到家里杀生又不知道会说些什么了。别说了，小江来了。小江，下个星期我儿子结婚，到时候你别忘了要来我家做素面哦。放心，我不会忘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小蛇从树上窜了下来，众人大吃一惊，纷纷捡起石头准备将其打死。小江急忙拦阻大家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有蛇啊！别让他跑了，打死他！对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别这样，请不要伤害他。
小江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小江，那可是条蛇啊，你不打死它，它就会咬你的。蛇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咬人，况且它只是路过这里，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，我们怎么能因为看到了它而打死它呢？小江啊，蛇可是会恩将仇报的动物，你难道没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吗？是啊，农夫救了蛇，反倒被蛇咬了一口，由此可见蛇是不能救的。快闪开，让我们打死它吧。农夫和蛇的故事并不真实，世上任何动物都是有灵性的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也会感恩图报，况且放生护生是极大的善业，你们不要伤害这条蛇，放过它，这对我们都是积善德的事情啊。众人见小江如此执着地要保护那条蛇，只好丢掉了手中的石头。小江抓起了地上的那条小蛇，将其带到路边的草丛里放生。好吧，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了那条蛇。是啊，若不是小江拦着，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。可是我们经常在这棵大树下乘凉，若是他在这里，我们哪里还敢再来啊。谢谢各位了，我这就将他从这里带走。小蛇别怕，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，你若是留在这里，一定会被别人伤害的。有了，就将你放进草丛里，那里少有人走，你住在那里就安全了。好了，小蛇，这就是你的新家了，这里很安全的。怎么样，那条蛇走了吗？走了，我想它不会再跑到树下了。小江，我真是想不懂，你说放生护生能得到善报，可是在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啊。一条条生命因为我的帮助而免于丧命，这就让我很开心了，能让我拥有快乐的心情，也许这就是福报吧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条小蛇突然又从草丛里钻了出来，并来到了小江脚边。哎呀，你们看，那条蛇又跑出来了。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它不会是不想待在那里吧？要是它想跑到这棵树下，我就打死它。那个家伙究竟想做什么？小江见蛇跑了出来，也觉得很奇怪，便蹲下身来想看看那条蛇究竟要做什么。那条小蛇飞快地来到了小江身边，然后朝他伸出来的手上咬了一口。哎呀，该死的蛇，我就说嘛，蛇是恩将仇报的。小江，你要不要紧啊？看我打死他。别伤害他。那条小蛇咬了小江后迅速地钻进草丛里不见了。小江手上的伤并无大碍，只是最近无法再做素面了。小江，他都咬你了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小江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只是你儿子结婚时的素面，看来我是不能去做了。没关系，我请别人做就好，你还是在家好好养伤吧。小江，我劝你以后别再说什么放生护生会得善报了。你看，你救了那条蛇，不但没得到好报，反而还被它咬了。小江做好事反被恩将仇报的蛇咬伤的事，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，大家都奚落他，这让小江十分伤心。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小江原本要去做素面的那户人家，在娶亲的时候突然房屋倒塌，压死了好多人。如果小江的手没受伤，那他一定会在屋子里做素面，那样的话自然是凶多吉少。原来那条蛇并不是恩将仇报，它咬我是在报恩呢。